总要来趟张家口吧，去鸡鸣驿古城，去玉皇阁，去豫州古城，去张北草原天路，去小五台山，去坝上草原，去滦河神韵，去库伦闹尔旅游度假区，去张家口堡，去太武滑雪小镇，去吃柴沟堡熏肉，去吃老淮安豆腐皮，去吃马市口一窝丝，去吃阳原哥扎饼，去吃宣化牛奶葡萄，去吃坝上油面。